仙姬还真是有耐心，折磨我数月，居然还没有放弃。本宫今日心情好，怜悯你对鲛人的一番魂牵梦萦，决定送你一份礼物，助你一解相思之苦。 美不美啊？不知道这鲛王的鲛珠和你那宝贝鲛人的比起来，又如何呀？是的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你那宝贝鲛人啊，正是东海鲛人的世子。当得知他们的世子被本宫折磨时，整个东海都震动了。鲛王还亲自上了岸，动了手，伤了仙师府的弟子。 正好给了本宫杀他的由头。哼！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，为何要伤害无辜？唉，只可惜啊，这正主还没有抓到，本宫总觉得心头有些遗憾，只好与你分享了。哦，对了，东海现在也已封禁，那鲛人这辈子再无藏身之处，不知道你那宝贝鲛人知道了，会不会怪你啊？ 季云和，你终于笑不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本宫最喜欢看到你现在这副绝望又无可奈何的模样。但凡是和你沾亲带故的，本宫都不会让他有好下场。你有怨你就冲着我来，你别伤害长夜，你冲着我来。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你那鲛人啊。 现在正和仙师府通缉的叛徒勾结在一起，罪上加罪。现在整个四海八荒的御灵师都会替本宫去寻找鲛人，直到抓到他为止。到时候何止鲛珠，本宫要让他全身骨血磨成齑粉，与你共赏，可好呀？顺德，你放过长夜。 仙姬，你放过长夜，顺德，顺德！季护法，你何必激怒仙姬呢？服软的话，你明明可以少吃很多苦头。长夜少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仙师和顺德放过长夜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你何必为了一个鲛人做到如此地步呢？因为他是我仅存的一点美好。长夜，你会不会恨透了我？ 找到他们了吗？没有，去那边。嘿，如果。
是你我，不是我，嘿，多想，多想。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痴心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。嘿，今后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大飞白莲，对不起，终究是我连累了你。忘却分手，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相迎。佳瑶，怎么样了？比昔日好多了。哎，太好了。圈圈落花，你们鲛人的御水术还能控血啊？某个大方自由的欢唱，一次想起关于我的过往。这里繁华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。今日又要辛苦两位仙友了。昨日的烙印我看图案甚美，我提议右胳膊上也烙一个，左右各一凑一双，才算是圆满了。原来是成语上仙，失礼了。我原本以为仙姬只是一时意气，我没有想到她竟然如此恨你。你别说，她还真是横行卓绝，不过她的手下却已经黔驴技穷，想不出新招，每日都重复老花样，无趣单调，实在是乏味。我今日来只是想提醒姬护法，仙姬派出去抓捕鲛人的仙师府弟子再次扑空，以仙姬的脾气，姬护法怕是不会好受的。他要是想来，我也是欢迎至极。我想念他，想念得紧。姬护法是想念鲛人吧？我跟他之间已经好好道过别，就算再次见面，也只会是仇人。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，并无其他妄言。那这些小鱼呢？不过就是练练手，打发时间罢了。长野，若我能逃出仙师府，与你解释清楚一切，你会原谅我？此地便是秦秋后裔宜居之地了，也是北原之中离凌霜台最近的地方。那就是凌霜台。对，